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知道，费白擅离职守的消息是你散布出去的。我也知道，你在锦官城的所作所为。我更知道，你会不择手段的拉拢丽妃。我不想让你一错再错下去。东都，你休想去。在你眼里我是个坏人，可我为了我的儿子争有什么错？你一个暗宫之人有什么资格管我？我是不想让你。 伤害无辜的人，更不想让你玩火自焚。你是斗不过王爷的，我不想让你死。你把我关起来，到底是为了我，还是你自己呀？你想多了。别动，否则我杀了他。放开他。 你是逃不出去的，放人吧。我答应你，只要你把人放了，我是不会追你的，锦绣。 我一定要在这黑暗中盯着你，逼着你，直到你走向光明的地方。你给的光明，我不稀罕。